好，开始。继续。克莱尔奋力穿过布满丧尸的街道后，终于抵达荒野警察局。但是这里也不再安全，为了寻找生还者，他开始探索警察局。我妈闪光弹全用光了，好担心啊！当年表关的时候，我闪光弹攒下好多呢，包括手雷也是。蛋炒粉不要了，据说楼上有好多好东西。看看蛋，扣押物品保管室，这个应该搜刮干净。这个房间为什么没有搜刮干净？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肉梨和小弹药之类的，可能我猜。然后接待处这棵红草、绿草、指挥室，这边应该没落下什么东西了。大厅、大厅、交易厅、独角兽雕像，大家从 Stars 房间绕过来。然后这个等候室好像是，有个保险箱没开。哎，这个怎么漏掉呢？亏了亏了。西侧储藏室，这边有个需要爆破的。好，决定先去看一眼刚才那个房间为什么是。为什么是红的？就是这个走廊，在这个走廊，哎呀，走错走错。为什么？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打开？是说和保管那个房间是一起的吗？还是说这儿翻出来还有东西？这儿。还有散发子弹。散火子弹从这儿翻出来，但是表观的是修改器，我也不知道，我没用过。其实木条是，我感觉木条少了，什么情况？反向开过来，一个半小时通过库存档也不能 S，我不知道修改器，应该照理说评价是不管修改器的。这里二楼其实好像不用定，因为二楼应该没有丧尸，会从二楼爬进来。巫医间也是要某一个什么什么钥匙的，我记得好像。那个男人要来了，没错。但是我们这是。完蛋！那个什么遥控炸弹没带，
957，那个密码我也忘了，11啥啥啥，好像是个胶卷洗出来。背景里有音乐，是人在跳舞。好像说是98年，这个没有 USB。滴滴布布，希望能找到这地方充满了怪物。你哥哥也不在这里。李阳，你来过，你怎么不把这门开着？克里斯，这是他哥哥的信。Chris 在那个谁家长不在的时候，非常狂野的一面露出来了。哎，这个 U 盘得拔了。这种草药混合能会慢些多长时间，说不上来了，也就吃晚饭之后是就一小会儿，刚开始十来分钟。好了，现在格子危机又出现了，多了一发榴弹。拿上什么东西呢？弹药粉拿上，闪光雷不拿是吧？闪光雷和火焰弹不拿，拿上喷雾剂。然后这个Wesker 的办公桌这儿还不能打开，看过那个什么照胶卷才能打。怎么都在玩？是的，都在玩。Jesus, stay back! 方片钥匙，走开！丢，那个音乐超刺激，狮子雕像啊，皇冠火炬，和平鸽，但是我好像解开了，拿不下来了。怎么回事？反的吗？是？哎，皇冠火炬和平鸽是啊。这是独角兽，操！傻屌！好吧，看一下啊，小孩那个天平。丢！我操，试出来了，完蛋！等
咚咚咚咚咚咚，虽然一发就试出来了，但是打不下了。看一下最近的那个，那个在哪儿？最近的，最近的储藏室，暗房有一个，这儿休息室有一个。好远，是暗房近一点。大厅进去，走暗房吧。妈的！卧槽，危险了！怎么就一口？为啥？好，我发现不用回去放，这难度也太高了。刚才我应该是良好啊。这不合理。冲锋枪弹药上一下，这个暂时先放。啥时候来的暴君？就在你还在看那啥啥啥啥啥的时候就来了。存多少发呢？存六发，留四发。24发，智障吧。武器是不是带的有点多了？有人在群里发黄图，影响我思路了。高级火药留好多，冲锋枪弹药、火焰弹，三个草药。他应该不会进这儿吧？刚好可以看一眼，接待处有一个绿草，然后主要是二楼，二楼 stars 房间还有这个火焰弹和闪光拿上，这个拿上放大厅，然后到这儿去开这个保险箱。这是方片钥匙，独角兽。这样的话，狮子雕像也可以开了。OK， 走了他。女神像大门是。又回来了，
好，这边的房间基本上挖干净了，然后去拿狮子的硬币，再到对面去。但对面那个保险箱的密码是不是要提前查一下？在二楼、三楼吗？狮子是皇冠火炬是什么来着？皇冠火炬和平鸽好像。好，对，九老师在练舞，不要打扰他。这个炸弹要用掉，这个炸弹应该是在哇那个地方。我操，他知道从这儿上来，日了。他也不傻呀。听到声音了，又来，操，这个地方不要来搞我好吗？先把这柜子推好。我操，这个是什么来着？别叫别叫，最后一个是吧？女神，女神是山羊琴鸟，山羊琴鸟。干嘛他？发情。妈的！好，这边已经摸干净了，应该该去等候室了。等一下，那边好像好多东西都没有开，保险箱，保险箱开一下。
感觉好像可以去地下了，是。邻居家的猫没割蛋蛋，我那个割了。查攻略，那个是吧？密码是多少来着？嗯，之前好像收藏过这个，621啊，啊，621，A 也错了。弹夹，防火楼梯下去，走那个警卫室，去那儿理东西吧，然后拿上那颗绿草走。还是走中间那个大厅的铁门，好像已经可以走了。你可以走了吧？我记得下去，打开那个女神像的门，底下就是一个存道具的地方。你可以走了，应该。玩了一半的进度，但是我们跟完了，你怎么没看到呢？是不是？后面会刷甜甜的，哪儿呢？马文怎么又活了？过分了！他应该不会跟到下面来吧？会的，操，过分了。会的还行。是这样吗？等一下，不对 ，JMBHP 三 ，JMBH 是这个26法子呢？哈？啊？啊？嗯？我靠！还没捡到这把枪啊？晕 ！JMBHP 三是那死。突突突那个什么三连发那个停车场啊，停车场啊，就是那个后面那个什么后备箱那个滴滴是吧？好吧，干了。一棵草，哎，加上不知道够不够。蓄意发出来，冲锋枪弹药不带了，木板可以放进去，USB 拿着，哦对，有道理，那个底下就是一个装麦林 改装件的那个东西，
存一下，存一下。这样吧，先把它按进去。我是居然还没通，对的。克里手枪特别多，克莱尔吧，手枪特别多。你要那么多手枪干什么呀？而且他不仅如此。而且他那手枪每一把都给那么一两个改装件，弄得我这是吧？他到底改哪个呢？一脸懵逼了。这我之前漏掉一个什么麦林子弹在这儿，这儿这边又没有了。啊，这儿有一个手雷，离比表多一把。通了好多遍，是我没有时间玩，过于先冲怎么办？消音器 MQ11， 这个降低音量，有效防止枪口上扬。这应该还怎么变两格了？过分。这个 USB 的还拿回来吗？扔掉吧，关键物品已经打勾了。好，走了。底关和表关果然很不一样。啊，要打奇异吗？Jerry， Hello? Hello? 但是吉一不是那个打的吗？难道这儿打吉二？那吉二我总感觉好像里关表关也打过。吉二应该是有一个大爪子，吉一是铁棍子，吉三是那个超大的爪。吉三我印象非常深刻，死两次。摸不到，Hello，Hey，Hey， It's okay， won't hurt you， I promise。 Do you need help？ Here， you can take my hand。 I'm sorry， I can't understand you。You need help. Why? He's right behind you. What? Oh my god. 感觉应该多合成一点硫酸弹。搜刮一下，
我操，当头一棒，醒了。我的小刀。看得不出硬直，好险了又。你怎么了？是啊，一周目，我退到死路了吗？是吗？对。怎么回去了？ Shit. 走开，好刺激。组合一下，我操，完蛋。过于经典刺激了，追上了呀！这算不算没打到弱点是吗？怎么了？哎，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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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完。这下真的没药了，
打得真惨烈。比表观子弹稍微宽裕一点，表观太紧张了，这子弹打到这儿啥也没有，雕会在地上看看。Hey, little girl, it's safe now. It's over. Are you sure? Yeah, I promise.Everything's fine. I just need you to lower that ladder for me. Will you help me find my mom? Your mom is down here? I think so. I hope so. Yeah. Of course. I'll help you.甜甜被硫酸打到以后，手枪要补几枪，找一下刀在哪儿。地图上会写吗？没有，已经磨干净了这个地图。干！啊，我的刀，刀比手里有用多了。刀在。我刀已经这个基本用不了了。感觉打得有点烂，这边。This way. 全怼头30发左右。It won't move. 甜甜吗？几枪打甜甜是不是很难？我觉得很难。You got it. So, what's your mom like? She works at a rep. 不然这个房间没有绿。Umbrella? That big pharmaceutical company? My mom's always at work. I don't get to see her much. Well, hopefully you'll get to see her again soon. 李阳在这儿好像是一个人。Where's your dad? He, works with my mom, but...He's gone. Yeah, wow. My parents are gone. It's just me and my brother. Oh, I'm sorry. Ugh, don't be. It means we've got something in common. That's a good thing, right? 克莱尔说你要跟我比惨吗 ？You sure? 取2发就够了吧。和2发玩玩，3发硫酸弹，那么好。哦，是不是该吃个药？
对的，威廉他老婆不是最后啪一下，结果威廉啥事没有，还变成了 G3，有一点点是随机量的是吗？那我运气还可以啊，三发，你有没有合出三十发？上上下下左右左右合了个三十发。回一下，回一下。可以存档哦，这过分了。威廉没死，真是个悲伤的故事。那个操机械室为什么还是红的？我有点在意。要不回去看一下？看到冰嫂了，冰嫂在哪儿？凭什么？上楼梯有绿草和火药，上楼梯那里有吗？哦，我没往右边去了，是这儿吧？哎呦，怪不得地图都没写是什么地方。先买一个绿草，存早了，不过应该不会积极吧。那刘三那打打普通僵尸还可以的嘛，是吧？可能火焰弹是比他强一点。那去那个停车场吧。下水道那个极致幼体是吧？没有离样的那个麦林呢，这克莱尔打极致幼体应该不太好打。火焰弹有限，要留给 boss， 用硫酸弹打嘛。Come on， 俩火焰一个鸡，我靠，那鸡不对，那火焰弹真厉害。我麦林好几枪才干死一个呢。It's closed。好像这儿一开始啥也调查不了吧，只能去摸那个门，然后触发局长的剧情。一发麦林差好多呢，有时候通关不通关又差一发麦林，我跟你说。Damn it. We need a key card. 还要克莱尔还要搬一下那个门。Here, come out. 硫酸弹，所以到底只能要打什么东西才能用硫酸弹？只能打丧尸吗？那个甜甜植物都是火焰弹好，直接是火焰弹好。哇，他居然浪费一发子弹，局长子弹太多了。Shut up. Tire. Okay then. You tie her up now, or she dies. 局长是肥仔，鸽子比较多，真的吗？局长把那东西都放在他菊花里了吗？ Come here. What are you gonna do to her? None of your fucking business.You hurt her, I swear to God, my brother is stars and I will fuck Sherry, get over here.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fucking name? Claire. Sherry, you come with me now, or say goodbye to Claire. Okay, okay, I'll go. You better be taking me to my mom. Absolutely. Absolutely. Shit. Stop hurting her, please. Don't tell me how to do my job. Stop. Let me go. Let me go. Obviously, nobody taught you manners. We'll fix that. Go, yes, we will. 他转不开了，可能有点短。I'll get you, you fucker.就出了那警察局，孤儿院那个地方吗？新增场景，跟那枪店一样。Stay safe, Sherry. 肥仔的褶子用来放东西，是吧 ？OK. 他捡了个啥来着 ？Key card first, then that asshole gets what's coming to him. 克莱尔应该也不是好惹的。但我记得Sherry在这儿掉了个什么东西来着？然后突然门都开了，局长应该干了什么勾当，把这儿的门都打开了。电梯控制室，是吗？拿到了已经，看一下文件。其他好友来信教程，小纸片，不是文件。Must be where that guy came from. 地下一楼的地图，哇哦！地下一楼我觉得非常噩梦，我很不喜欢这个场景。局长办公室直达电梯。艾隆斯因他所做的伟大慈善工作，城市就是我的大家庭。一周末初体验。哇、wow、全设先去靶场。没错，是这边。这边堵上了，这边是要后面才开的。这个打掉了，那边有个东西可以捡。克莱尔里关7439，我具体拿那个吧，我就把枪拿了，等会儿出狗了再拿枪不太好拿。不是大狗 ，JMBHP3， 好吧，这个扔掉了可以。他妈枪弄了一大堆，9毫米的也是，这是点45的。威力在当时曾造成轰动。硫酸打的 ，biu。那太浪费了。